舞台是2023年木星死寂的卫星卡利斯托，号称全宇宙戒备最森严、最骇人的黑铁监狱。在这巨大监狱的背后，隐藏了最骇人的生物以及秘辛。唯有存活下来，才是摸清真相的唯一方法。由经手过《绝命异次元》的游戏制作人率领150人开发团队，耗时多年打造的全新恐怖生存游戏《卡利斯托协议》，终于在今年的 TGA 中正式与世人见面。全新预告影片展示了骇人的异星生物以及压迫感十足的氛围。到底这一切背后是意外、未知生物的侵略，亦或是由高层安排的一场大型实验呢？这一切的谜底都将在玩家设法存活下去的同时逐步揭晓。结合了恐怖、动作、生存与剧情，誓言要成为恐怖生存游戏新标杆的《卡利斯托协议》，预计将在2022年于 PC 以及家用主机平台推出。对于当年石村小超人的大冒险还心有余悸的玩家们，对于同一制作人所打造的新作，岂有错过的理由呢？光荣系列的革新之作，运用真实地形规则，以少胜多，享受顶级谋略交锋的快感。《三国志战略版》现正预约中。